那掌声好像还是不够热烈的，因为今天是第一次跟小杨表演，所以我要制造我平常表演很嗨的假象。小杨是那个很厉害的一个吉他手，然后他有在教课，虽然他最近比较忙就没有在收学生了，然后他一听就知道是那个爵士蓝调高手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弹我的东西其实也是一个新的尝试，对吗？对，还要唱歌，对，对，还要唱歌，练唱歌比练吉他还辛苦。好，接下来这首歌哦，这首歌你敢知影？知啊，较早就红的咧。今天吗？也许像星星，曾经很红过，可能不太清楚，对不对？你不知道他有多红，对不对？知道，我知道。听起来还好哦，不是这一首啦，这个几百年前的，对，所以他对古典的音乐的造诣也非常的深，那是那个北艺大的音乐硕士，还没毕业，快毕业了，要当兵了，快毕业了，好，那我们来演奏这首，作曲家929，也许像星星第九乐章。像星星，也许是梦境，也许是你紧紧拥抱温暖和甜蜜，也许会哭泣，也许有怀疑，我不要这世界唱着虚假的旋律，我要看清我自己，星星。